介紹一款比較 lady 啲嘅 style。咁呢個咧，佢係一個假兩件嘅設計嚟嘅。咁佢喺線條上面咧都有幾有趣嘅狀態嘅，因為呢一個咧平時一啲假兩件嘅款式咧，通常都係吊帶。lace 吊帶咧都有嘅，咁你會見到咧呢一個咧係一個好大嘅 V cut 嚟嘅，佢係做咗個大嘅 V 領而伸延上去，去到膊位嘅，就似一個假吊帶背心咁樣嘅low cut 嘅一個設計。咁去到夾圈嘅位置咧，亦都有一個接駁嘅 lace 嘅，咁可以伸延翻，令到成個嘅線條更加一致。咁呢個就兩個色啦。黑色同埋粉紅色，咁呢個嘅 cutting 咧係娃娃 cut 嚟嘅，偏短少少嘅版型嘅，我個盤骨喺呢一度，係啦，咁就 hip 係啦，咁比較建議襯一啲窄腳少少嘅褲款，因為平時有時一啲娃娃 cut 我都建議大家襯到 A 拉，呢個款襯 A 拉都冇問題嘅。不過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版型好似 show 出嚟嗰個效果襯短襯呢個。窄腳少少嘅西褲嗰個線條會再靚啲，係啦。因為我記得我影相嗰陣時襯咧，都係有襯一個攝衫嘅裙款定褲，我唔記得啦。係啦，都有攝俾大家睇一睇嘅。咁啊，而家 show 多另外一個嘅效果。咁呢個就非常之薄身嘅布料，咁個手袖就有少少泡泡地嘅。其實成個嘅線條都幾利落，線條感為主，因為你見到咁樣咁樣同埋咁樣。這個就比較有趣，因為其實它是有少少想做一個假兩件這樣的效果，但是比平時的假兩件吊帶位呢，它這個就來得更加特別一點，是吧？也挺精緻的，那個 lace 這個就是手袖口，薄位就有打雜的，所以它是有一點點泡泡地的效果啊，是同埋呢個胸位呢個位咧就有少少透嘅，三身就都係少少咯，係啦，咁啊睇下自己習慣。